系身处在欧洲的那个时期是？不要说吧。三。那个我眼角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好，你们这组谁要来回答？我来。来。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好，额外加码一下。如果你会的话，就回答一样可以加分。老师，我怎么脏话啦？没有啊。他在放饭。我们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看着。看到你有拿到的三张牌，是不是？对。没有。对。再一次，我们就直接进行个人扣分了。太好。来，请问加码，请问文艺复兴时期我们是要恢复什么什么东西？来，一二三。这个先给这边，不是要居全主，要全主吗？请问什么？文艺复兴时期是要干嘛？他不会，他不会，他不会，哎，不能举着手就没有回答嘞，你要欺骗我感情。这边这组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们去加罗马币这边。不要，不要给他了，他给他，他全部都是文艺复兴，你好浪费啊！来，请说，文艺复兴时期。是希腊，不是罗马。OK， 还不错，恢复古希腊、罗马那时候